康乐文、张秀文，寻日就出席下水战揭幕活动，张秀文就大方低胸露腰，上档次性感啊！佢就话系模仿动漫人物嘅，但系原本嘅角色系三点式噶，所以自己相对已经好保守噶啦。另外有传靓汤同埋罗天宇复合波，靓汤就话复合咗咩？边个话噶？冇啦，单身啊，仍然单身。我哋事业女性嚟噶嘛？因為那個節目，因為節目啫，因為那個節目都我估唔到有咁多人有回響嘅，跟住大家嘅反應，可能大家仲有嗰個幻想啊，咁所以就會咁樣咯。咁但係而家同佢嘅相處方式係最好嘅，即係好朋友，所以。